嗨，大家好，我是 Booker 老师，好久不见。因为这阵子啊，工作上比较忙一点，然后加上我现在在创立我自己的 Pocket 频道“看不见的设计”，大家可以搜寻一下。结果我频道好不容易建立好以后，又遇上一个 A 型流感，我连续感冒了两个礼拜，喉咙有点难录音，所以现在才开始回到频道上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聊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装潢蟑螂这个主题。我想大家都听过装潢蟑螂，就是前面都跟你说什么都好，又便宜又划算，结果啊，工程钱一收了以后进去做，品质低下不算，有时候做一做，哇，他觉得就不见了，那这样绕跑掉以后，你的案子就变成一个烂尾楼，真的是很麻烦。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欲哭无泪的。那今天 Booker 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两个我朋友介绍我去看的一个真实案例。四层楼的老透天，很恐怖的顶家，屋主啊只能窝在底下的一楼店面里面，半年都没办法回家。他的状况是这样子的，一二三四楼都是一个同一个屋主，那二三四楼一起整修之外，他屋顶还要再加一个顶加铁皮的。这个状况当然会找我们去帮忙看的时候，就是已经停工的状态，但是我看了真的是超级傻眼的。他的屋顶铁皮，你知道他的梁在这边哦，柱子是这样子在接的哦，中间用铁丝绑起来。我第一个看到就说啊，像台湾地震摇一摇摇一摇，铁丝松了啊，不就梁就下去了，那你上面就摊下来了嘛。不只是这样子，还有一个状况也是我从业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的，它的水电的配电箱放在前阳台没有雨遮的户外。屋主是说那个水电承包商说以后啊会帮他上面去 加个小雨遮撑雨伞、哦、但是你看台湾台风这么严重的状况下，你真的能够相信前面撑一只小雨伞那个电箱不会淋到雨吗？我真的觉得台风一来，变电箱直接水灌进去以后，那你四楼三楼大家一起触电就变烤焦了嘛。这也是我觉得根本就完全没有在管安全问题。它在里面还有很多看起来非常不合理的一个配置，不管是结构甚至是水管各方面都配置的乱七八糟。为什么会这样？我问到的状况，我自己现在事后哈，我们不讲是谁，那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就是觉得说，第一个，你各自找到不专业的厂商，他们之间是完全没有协调的，也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反正最后凑起来以后，屋主就承受最后的成果，而且可能价格也报得蛮低的，低到他们觉得啊，算了啦，做一做，做完还赔钱，那干脆就不做了，手机就关机，人就不见了。主要屋主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才来拜托很多的人来说，哎，谁来救我，谁来帮我一下？可是啊，你遇到这样的状况，你真的会愿意去接手吗？对很多我们其他的设计公司甚至是统包厂商来讲，事又多又麻烦，更何况你怎么知道问题一定是在客户说的那个厂商身上都是他的错？你怎么能够相信？也许有一些问题是在客户身上啊，那我干嘛没事找麻烦，把自己跳进一个火坑里面去碰这个烂摊子？所以大部分的设计公司都会觉得不要碰比较好，尤其是现在这个缺工缺料的时代，很多的工班啊，只要是品质好工好的，我们都希望跟他长期合作，为什么我要来收这些烂摊子呢？那工班也是一样的角度，我干嘛要帮前面的人擦屁股？那最后屋主就只能到处继续去找人下去。而且啊，前面你可能600万下去做到一半哦，300万人家拿了就跑掉了，但是今天如果我真心好朋友要接手的话，我可能要把他错误的结构拆掉重做一次，电箱重做一次，水电配置通通都重拉，我除了原本要的那个600万估价之外，我还要一笔很大的拆除跟重新整付费用，也许最后就变800万。那对屋主来说，前面300万丢到水里，后面再加800万，那不是破千万吗？所以遇到这种状况真的是蛮惨的。那第二个案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讲的是透天，现在讲的是公寓的平层，也是老房子，大概50几年。我们的客户呢是住在4楼跟3楼，
那二楼的时候我们进去看，那时候是没有人的哦，以前做商业空间。哇，我真的觉得很赶哎，五十几年的房子，中间的柱子全部打光光，没有柱子是空的，一个四十平大平层完全没有支撑。我们看到上面的梁啊，都已经一点点的往下都有裂痕了。那后来我们就去找专业的结构技师来现场敞勘，希望他出具结构修复的方式以及报告书。当然，一般正常这个结构技师是不愿意做签名负责签证的。那因为是很熟的，他就是尽量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用 H 型钢的号数跟规格去补强，但是他不愿意在上面签名，保证这五十几年老房子是安全的，因为柱子打光光，谁敢保证？然后里面呢、啊？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就毛毛的，就是它有一些木做的柜子拆掉以后，后面看到蛮多红色的那个符咒的符文，那我们都突然觉得，虽然是夏天，但是整个心境全部都凉下来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后面弄这些事情。好，这个我遇到我觉得真的比较夸张一些的案例。老实说啊，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高度依赖现场的一个手工定制行业，那我们都很需要老经验的师傅依照设计图，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把它打造出来。如果你想要要求像台积电这样的精密度，或是法拉利这样的品质，讲真的不太可能。如果你真的要去追求100%的工艺品质，那也是要花上可能10倍、20倍的天价，你才有可能去接近它。那比较现实的一个状况应该是我们就要去找一个有专业经验的设计师，他在前置作业只要做好他的设计规划以及他的整体的整合能力是高的，那就可以大幅降低你的失误率。那如果真的还是遇到那个1%一点点的失误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找负责任的厂商，他能够面对问题，好，我们不怕问题，只要找到他，我们就想办法找方法去把它好好的处理好，交给客户一个良善的品质，就是一个我觉得正确的态度。那因为像现在这个缺工缺料的时代，说实在的，设计师也是要找功夫很好的厂商来配合。那功夫很好的厂商也非常喜欢找专业设计师，因为透过很好的排程计划，大家都能够顺顺畅畅的事半功倍。总之，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让大家在一个能够互信跟顺畅沟通的状况下，花100块就可以拿到符合100块的品质，而不要拿了一个30块、40块，而且还做到一半变烂尾了，楼没办法收尾的状态。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大家如果身边有听说一些装潢蟑螂相关的故事，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许有一些相关的经验，我们之后还可以拍影片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解惑哦，让大家避免再遇到相关的事情。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之后不可老师也会尽量定期的去做这个更新跟分享我们的设计知识。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